孖仔涉强奸验 DNA 都冇苦。同卵新生嘅孖仔孖女，除咗个样似，连 DNA 都几乎似到十足十。好似喺法国马赛，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发生咗六宗强奸案，警方锁定疑犯系一个24岁失业嘅送货员，点知佢有个孖生兄弟，做标准 DNA 测试都分唔到系边个做嘅，亦或系两兄弟都有份呢？其实验 DNA 一般只会验400个拣基队，想验晒数以10亿个拣基队嘅话，成本就要过1000万港纸。不过由于案情严重，马赛警方已经决定咗落重本，誓要拉到个强奸犯。